外国有一个空中服务员分享旅客在手提行李上面最常犯的错误，就是放太多东西进去，导致他很难放入头顶的行李架。他还提到空中服务员其实是没有义务帮客人将手提行李放入行李架。根据华盛顿邮报，举得起乘客的行李箱不属于空中服务员需要达到的工作要求。在登机的过程里面，他们的工作重点是确保乘客尽快就座，并且注意有没有发生任何违规行为。以达美航空为例，他在网站就写明，空中服务员没办法主动协助乘客将随身行李放入头顶的行李箱，但有某些例外情况，咁可能包括他们协助伤健人士、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或者是长者。而支立航空的网站页面亦都有类似的说明。